影片由第一直播平台金刚直播赞助播出，感谢感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影片，我是乖乖。今天呢，要带来的是最新一季的罗排位赛实战影片哦。那这场呢，其实是因为很多粉丝有私讯 Gary 说，就是呢，最近这一季的这个罗有被 nerf， 他的被动有被 nerf 的动作，那就问我说，这只角色到底可不可以再派上场上来去做使用呢？那我的答案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当然有一个先前条件。就是呢，如果你今天你发现说你的队友没有很多控制技能的话，我是不会出这只来去做一个选择，就是不会手抢它啦。除非今天你真的就是没有角色可以做选择了，我才会来去拿一个罗。如果今天有图伦有莉莉安，我就会选择先拿他们两个来去做中路位的使用。OK， 那我们这里呢先讲一下前期这一波。前期这一波呢，我们这里直接先一个，因为看到小地图上面呢队友是来去做一个集结动作，我们这里呢直接利用这个多打草的动作顺势拿到一个手杀人头。不过这时候呢，我突然一个完全卡住网路，突然不知道是忘记缴电话费还是怎样，哇，整个超级卡。那结果我们竟然没有死，这个卡成这样子现在没有死，那没有关系，我们这里呢直接收下敌方打野的人头，赶快呢拿起一波顺风的攻势。 OK， 这时候呢原本是要去来中路收一波兵线，不过呢队友龙马他是直接想要让第一波蓝给我，哇，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好，帅啦兄弟，这真的是很少很少才会遇到这种玩家。因为呢基本上很多打野他都是很自私的，他通常会相信自己不会相信队友，但是呢这个玩家现在很相信我，哇，他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之后的蓝全部都要让给我了，真是非常非常好的动作。 OK， 好，我们这里呢先赶快利用这个蓝 buff 呢顺势的把这个兵线给吸掉，就是基本上不用扣任何招了，你就一直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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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OK， 那这里呢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敌方这个图伦的位置，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过来，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们位置了嘛，但是他没有要过来，那我就觉得赶快把这个古龙给 rush 掉，然后等等呢赶快赶去魔龙口，因为敌方很有可能会把魔龙给吃掉，因为对面呢基本上他刚刚是一个红起，所以呢这里我就判断说那基本上敌方这时候打野一定是在蓝方的位置，因为他等等呢要去打一个魔龙战嘛，那结果我这里完全判断错误，他竟然是吃了蓝之后直接往上走，然后竟然是在蹲我，哇，我这个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本是以为敌方就只有中路一只，我就可以把他给杀掉，但是这里我一个判断错误啊，都一个被多打扫，然后我就直接死掉了，这里小小的失误，我们就赶快快转，因为刚刚其实我自己的判断啊，就是觉得说前面我已经知道敌方打野是红旗，那基本上他如果他往上走的话是没有任何效益的，那他应该是会往下路走，因为他有一个魔龙，然后他有一个蓝可以吃，结果他竟然是完全我真的没有猜到他竟然会这样子打，所以我就一个判断失误，然后就直接被一个多大嫂给带走了。我们这里呢赶快快转，一样就是赶快把兵线呢给洗掉，然后呢把这个队友让给我的蓝呢给吃掉。基本上你如果让给中路蓝，前期开始就一直让蓝给中路的话，那基本上那个中路位他的发育会非常非常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 OK， 好，我们这里呢一样赶快把兵线呢给整理掉之后呢，我们这里决定要打一波大的，这里呢等等的处理会战我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这时候呢我直接一个二技能往前滑之后呢，再一个前推后拉，你可以看到呢我的位置通常都是保持在敌方的弱侧边，就是血少且特别少的那一边，然后我尽量不会站在敌方爆炸输出就是瞬间输出特别高的那种法师位置旁边，就是像是图伦啊这种位置，像我刚刚就是不停的往右侧边来去做一个滑的动作，因为敌方右侧边的角色呢血很少，而且他们的攻击呢是没有爆发性的，如果我刚刚是往右侧边我刚是往左侧边滑，我讲错了，不好意思，我刚是往左侧边，就是敌方的弱势边来去做一个滑移的动作，如果我刚刚往右侧边来去做滑的话，我就很有可能吃到图伦的一二 combo， 哇，那我的血线是会立刻爆炸，就是立刻喷掉的，所以尽量呢不要这样子滑，这就是一个会战的小小的处理，会让你的血线呢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然后你可以甚至可以打出一波非常非常好的会战，就是可以秀一波啦。 OK， 好，我们这时候呢对队友又要让我一波蓝，这个队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这个龙马帅啊，我真的觉得这个龙马做得太好了，你知道吗，如果我遇到这种无消耗角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就知道说
队友很有可能会把蓝让给我，然后我这一场就可以秀一波，真的只要有蓝的罗尔就是 Hansel， 真的 Hansel 的罗尔真的是有够猛的 OK。 不过呢他也是要拿到一波经济才有机会可以秀起来的 OK。 这时候呢我做一个诱饵的动作，对方呢神力女超直接把大绝交在我身上，这时候呢一样我是直接往敌方的弱侧边来去做一个滑移的动作，敌方图轮呢这个基本上是进不了场的，然后我们这时候顺势的躲掉对方打野的攻击，不过呢这时候我的大绝已经没有了，所以呢我决定先来去贴住敌方血比较少而且有双 buff 的这一只瑟斐斯。我们这里呢一个二技能顺势的交掉啊，这里有点可惜啊，这里没有办法了，因为没有任何招式了，然后我们家熊猫呢是没有过来的，他是选择来去做一个 BD 的动作，不过这样子也是算划算啦，但是敌方的中路就是会利用这一波呢来去成功的可能有飞起来的动作，不过这时候敌方中路一个失误，哇我们这样还是赚的，还是赚的，就是最后靠那一波失误我们还是有成功的赚到，不然如果刚刚那个塔掉的话，哇那可能就是又亏回去了，就是基本上刚那一波是我们是亏的 OK。 不过最后敌方失误让我们顺势的拿到一波顺风 OK。 这时候呢比数来到11-7，这时候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啦，因为其实对面的角色啊都是一些很后期的角色，所以尽量不要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赶快先把自己的状态呢给用好，然后兵线呢尽量你就记得整理好，然后做支援，就是不要尽量不要让你的兵线就是一个空荡荡的一个空城 OK。哦，我们这时候呢已经发现说敌方基本上都在下路的位置，因为刚刚他们已经击杀掉魔龙了，所以代表说打野位啊辅助位啊，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神力女超图人全部都在这里，我们这时候呢看到神力女超一个孤独的走在这个逃亡的路线，尽量先不要交起大绝，等到对方呢全部人员到达之后我们再交起大绝，这时候一样往弱侧边滑，左右左右滑，一直左右左右滑，敌方呢这时候即将要逃跑，我们这里呢直接利用一个招式叫什么前推后拉，没有错，我们这里呢再一个二技能顺势的带掉敌方这一只狼博的人头，不过呢这个图人交了瞬移以及二技能就没有办法把他给杀掉了。好，我们这时候呢一样兵线又要出来了，你可以看你的镜像位置，就是呢你们家的兵线到哪里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说诶敌方的兵线也到哪里，因为兵线它是镜像的 OK。 我们这里呢一样来去做一个逼塔的动作，我这时候并不是想要杀那个图人，如果图人死掉也是很好的，但是呢其实目的就是要把他给逼开这个外塔，让我们的龙马呢能够顺势的把这个塔给杀掉。好，这时候呢这个鳗鱼出来，我们这里就基本上不用扣大绝了，因为鳗鱼它是一只回复性非常好的角色，所以呢就是尽量赶快把它杀掉，不要让你的血线呢耗在它的身上，你会耗不赢它，所以我们这里直接开启大绝赶快把它给收掉。这时候呢我这里觉得不要再打了，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这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来去做争夺的，所以呢干脆先把 buff 呢给收一收，然后呢刚刚那一只美娜他是说高丽666然后之类的，就是各种哇称赞，千万不要这样子在排位赛的时候跟高丽讲这种话，因为我会膨胀。我们这时候呢发现我们家熊猫是被做一个夹击的动作，我们赶快立刻来去做一个支援的动作，我们这时候就基本上赶快把对面给处理起来啦，因为其实就我这时候已经有蓝 buff 了，基本上就不用扣招了，因为这种小型的会战你就赶快把对面收掉就好，除非是大型的会战你再来去做一个扣大绝的动作，就是这样子 OK。 你就是要等到敌方可能全部人赶过来之后呢你再来去把大绝交出去，因为你的大绝其实基本上很难带着走啦，基本上敌方看到你开大绝他们就赶快跑，所以你就是等到那一波敌方全部灌进来你就觉得兄弟这波我可以秀了，然后你要记得就是一个左右左右滑滑在敌方的弱侧边，这种动作你就记得你就把你的罗尔玩得很好 OK， 就是尽量你每场输出都可以达到 30% 以上啦。好，我们这时候呢就一样先把兵线给洗掉之后呢，然后来去看一下敌方的位置到底在哪里，这时候呢就在等我们家夜叉把这个魔龙给吃掉，不过呢这时候其实敌方已经知道我们在哪里了，那我们就没有关系，让他看一下，因为其实夜叉猜得很爽，猜得很爽，就是让对方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五只全部都在上半部，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请夜，就其实这时候你就眼睛一直盯着夜叉的动作就好了。我这时候呢要做的动作叫做 cut 敌方的兵线，我这里呢是直接越塔，然后要把对方给逼走，让我们家夜叉呢能够把这个塔给拔掉，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观念啊，就是从前面开始铺陈，知道说你到底要干嘛，到底要干嘛，然后等等的来去做一个实际的行动。这时候呢美娜其实基本上她的大绝拉得非常非常好，我们这里呢准备开秀，准备开秀，一个技能往前滑甚至带走敌方的这个狼波，这时候呢夜叉一个大绝绑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一样左右滑一个往哇这里开秀了，兄弟们这里直接一个二技能，一个一技能，一个二技能再一个一技能，顺势的
哇，这一场非常漂亮。这时候呢，土人想要往前清兵，但是我们这里已经猜到了，在一个二技能加上一技能，顺势的拿掉跨抓 kill。这时候呢，顺便把这个蓝 buff 给收掉。哇，队友六六六六六六，赶快！影片下面赶快刷起六六六，罗就是这么强。我们这时候呢，就直接顺势的这一波，打这个破口之后呢，赶快把兵线呢给往前推，然后呢，这时候只剩下一只鳄鱼。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身位输出位，你就赶快把这个鳄鱼给杀掉，就是基本上招式不用扣了，然后让你家能够拆塔的人呢把塔给拆掉。这时候呢，这个神女女超直接冲出来，我们这里呢利用二技能躲掉他的招式之后呢，看看可不可以把他给带走，但是。没有机会，而且呢，发现说敌方全部都已经复活了，所以呢，决定做一个撤退补状态的动作喽。好，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就是蓝 buff 又出了。那基本上我们队友基本上没有什么角色需要蓝 buff 的啦。你可以看到，一只夜叉，然后熊猫，然后一个这个龙马，所以基本上，蓝 buff 当然是交到我手上了，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时候主卡打了一个说，我也是盖瑞粉，对吧？千万不要这样子，不要再吹了，不要再吹了，等一下就要膨胀了。我说真的，我们这里呢，直接把兵线给整理好之后呢，这时候就等队友，等队友。然后呢，我们这里看一下敌，一样就是观察敌方的位置在哪里。哦，这时候呢，我已经发现说敌方五只全部都在中路，你可以看到呢，我又在扣大绝，我在等敌方进场的一个瞬间。那我们这里呢，先利用走位呢躲掉敌方两个大绝之后呢。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去做一波输出，敌方基本上这时候是没有想要跟我们做一个拼搏的啦，所以基本上你这里就不用把大绝给交出去。你要记得，因为现在罗儿已经没有那个那么黏人了，所以你就基本上尽量啦，把你的大绝给留住，打一波大的。OK， 我们这时候呢不小心被这个女超呢给勾进这个塔里面，那我们这里打保守一点。如果是年轻的我，我一定进去跟他拼，那你知道吗？现在是比较成熟的老盖，就是尽量呢打一波稳的，打一波稳的，因为我的人头尽量不要掉，因为我的人头很值钱，而且等等呢可能要打一波大的，要 end game， 所以呢非常非常需要我的输出，我就尽量不要让自己太冲动 ，OK， 就是不要尽量不要膨胀。那么最后呢，准备要结束游戏，这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是不停的往前滑、往右滑、往左滑，但是呢，我的手指还是偷偷的在偷点塔，就赶快把这个塔的血线呢给压低，最后呢就能顺利的收下这场游戏咯。那我自己呢，对于罗这只角色，其实我最近就是不停地在测试它到底可不可以。那其实我的自己心目中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啦，答案就是呢，如果今天我有莉莉安有图伦这两只选项的话，我会尽量以前面两只来做一个中路法师位的选择。因为罗说真的现在就是真的很难黏人，就如同前面讲的，如果你今天你的队伍有一只强控 CCG， 就是可以留住人的，那你就可以选择把罗儿呢给出出来。因为你知道现在只要开到大绝，敌人都知道罗儿开大了赶快往后撤，哇，你这时候你的被动又被削弱，你其实真的很难把人家给留在你的大绝圈圈范围里面。本期影片呢就到此为止了，最后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并且分享这期影片，也别忘了追踪金刚直播的直播官网哦。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今天呢要来跟各位讲那个盖瑞 YouTube 频道还有 FB 的事情，就是呢我的 YouTube 频道对，我的频道疯狂的被恶意攻击，然后被检举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呢竟然就是YouTube 他们官方也没有审查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然后呢导致说我被做了一个惩罚，然后呢就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啦。我后来有申请，就是请他们的员工然后来去看我的影片，就是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最后呢也还能给我了一个公道，就是是没有事，就是没有事情，但是呢我还是受到了那个惩罚，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差。然后呢我的 FB 的事情就是私讯呢一直收到很多就是垃圾讯息，然后我后来就干脆就是不会看那种，就我后来就干脆就很少会看 FB 的私讯的讯息了，所以我后来也决定我要把FB 的私讯，就是私讯的东西全部都关掉。那你们之后如果可能要私讯的话，就会选择去到 IG。我不知道这里公布私讯到 IG 会不会好一点，因为
真的很多垃圾讯息，然后甚至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一直出现。你知道，一天你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就看到心情非常非常差，然后后来你就干脆就不想看了。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就是对，没有错，心态炸裂。那最后也跟各位说，就是匿名的那个留言啊，我最后也把它给IG 的匿名留言，我也把它给关掉了，因为很多莫名其妙谩骂的东西就是出现在上面，然后后来。我也决定就是那就先不要开放了，因为很多人也问了那些有关于你们想问的问题，我都有做一些回答。那如果各位没有看到的话，你们可以去我 IG 的首页有那个回复看的那个什么现实动态的精选，你们可以去看，就是我分两集嘛，一个是匿名留言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讲我之前的过去的事情，那就是给各位来去做观看。那目前是这样子，频道目前是这样子的走向啊，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公布这个平台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莫名其妙被攻击，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然后 YouTube 他们没有事先做这个审查，我也觉得蛮意外的，你知道吗？不过后来还是还给我公道，我就是 OK， 那就算了。好，那本期影片呢就到此为止了。最后呢，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帮我按个赞。你也可以追踪我的个人 IG， 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